报告院会，现在继续开会，宣告讨论事项第四案，本案啊，我们做如下决议：要求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售案，视国家机关相关部门改组后重新检视本案对言论垄断审议之疑虑，再续行审议。那么也跟院会报告，今日会议有关议案协商一个月争议，未落实协商贬值，今后议案交付协商者，请负责党团务必召集协商，如未经协商者，院会暂不处理。是经协商无法达成共识，使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一规定处理。报告院会，本日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到此为止。5月3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，现在休息。